An outbreak of viral pneumonia has hit central China's Wuhan city. 640 cases. 1,370. 2,840. More than 37,000. 5976. China reported over 80,000 cases as of 7 p.m. Friday, with 480. For months, the coronavirus numbers dominated the top stories in China 24's broadcasts. We began reporting it as pneumonia, though it turned out to be an unusual kind. On January 23rd, just 2 days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Wuhan was locked down. Streets were empty, but hospitals were packed. As millions of residents followed stay-at-home orders, tens of thousands of medics geared up for the fight. Every time I stood in front of the screen reading the case numbers, I couldn't help but think about the families behind each patient. Their lives depended. Their once vibrant hometown, unrecognizable overnight. My first stop is with Dr. PENG ZHIYONG, the director of Wuhan Zhongnan Hospital's intensive care unit. We have to调到今年1月份。1月6号呢，是您第一次接触新冠病例。当时您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其实，在元月6号之前呢。我的同事他去了金银潭医院以后呢，他给我打电话。像以前呢，我们经常去金银潭医院支援，但是就没什么大的事情，都回来了。但是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他回不来，叫我这边就把他的工作安排给别人做。所以我就感觉到今年这个春节不好过，可能这个大事要来了。我们第一例的这个6号这个病例的时候呢，专家组成员我们看了以后呢。大家都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不免于的肺炎。这个病人当时呢，他已经辗转了很多地方，也辗转了很多医院，已经很严重了。如果这个病人把他放走了，这个病人我们想这个病人肯定会死的。我觉得的话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把他放走了以后呢，可能会对这个社区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冒着这个风险，我们自己把他收下来了。我们加在一起的话呢，我们总共收了将近150多个，危重型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病人，大概将近有100个病人左右能够转出 ICU， 75%左右。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在当时是一个算很高的数据了，因为当时就是都讲 ICU 的死亡率很高，甚至高达70%左右，甚至有80%的死亡率呢。所以我们当时这个情况呢是比较那个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后面也证实的话，这个存活率是正常的，种种因素的，一个是可能对于这个病不是很了解，另外一个有可能是医疗资源不够的因素在里面。China immediately went into action to build 2 huge specialized hospitals. In less than 2 weeks, more than 2,500 beds were ready at the Huoshenshan and Leishenshan hospitals.One of them became the new battleground for Dr. PENG and his team. 对于这个病毒本身的它的发病的机制，它主要它怎么得病，它怎么治病的？2月上旬的时候呢，我倒是很快我就把我们这个一些救治的体会，我们所有这些病人的他的一个叫做流行病学的特点，我就写了个文章，就登出来了。所以当时就很多人就跟我联系，美国还有欧洲那边、澳大利亚这边、非洲国家都有。都有联系，大概总共有100多方联系。传染病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分享，因为这个传染病它是不分国家的，它是没有国界的。现在这个疫苗的研发，可以说新冠之后这疫苗研发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中国自己也有几个非常安全有效的这种 candidate， 那是不是这个就给我们这个病带来了希望？我们也希望这个疫苗能够解决问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疫苗呢，它到底。能够保护多少时间，我们也做了一些随访。其实我们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感染以后呢，他这个叫保护性抗体其实后来就没有了。后续这个人的话呢，有没有会得这个可能，得这个病的可能性呢，就打问号的了。疫情慢慢随着时间推移，它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对，大家都要投入新的工作，应对新的挑战。对，但是，这场特别艰难的这个抗疫战争，对，给您内心留下的是什么？我觉得，
有很多事情让我很感动的，很感动的。我这个团队很了不起的，一开始元月六号的时候要收这个病的，大家都很恐惧，但是都没有毫无怨言都来了。二月上旬的时候呢，我们接到命令，我们还要去仁森山医院开两个 ICU 病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中南医院已经工作了一个多月了，非常的疲惫了，但是没有人接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开辟新的战场。有些同事本来是生病了，订好了结婚了，请假婚假的就产假的取消了来上班。还有同事呢，正好那个时候呢是已经在家里，然后他是外地人，一个是湖南的，一个是河南的，因为武汉的那个时候交通停了，停了，停掉了，他来不了了。他们两个人是自己家里人开车把他送过来，后来交警把他拦下来，就他讲我们是医生要上班，交警亲自用车把他送过来，很好的，所以我们很感动。这些人都很普通啊，你看不很普通人啊，你平常就我刚刚讲过，平常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在外面在街上，他就在你旁边，站在你旁边，他们这些人就是普通的凡人，就是普通人，但是就是他们这些普通人，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牺牲，才能保证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抗疫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I'm standing on Wuhan's landmark Yellow Crane Tower. It's witness to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since the pandemic. Busy traffic has replaced empty streets, and tourists are back to see for themselves how the city and its people are getting through the year. Fear and desperation only live for so long, but resilience and hope are always in the genes of Wuhan and its people.就疫情期间和家里人是第一次一起待这么久，当时因为随时都可以生离死别嘛，最深刻的就是亲情。这是封城一个月的时候，电视柜上面就变成了一个舞台，他们两个就轮流在上面唱歌表演节目，就像昨天一样封城，突然间这一年就过去了。新冠这个事情给大家启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吧。这个视频是当时疫情武汉封城的时候，在家里写点音乐，然后唱点歌曲，让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中找点乐趣。我跟我两个宝贝石头剪的布，谁输了谁喝水。其实疫情期间在家，全家人都在一起，这样的时间非常少，也是比较开心和幸福的。武汉封城的时候下的一场大雪，我就希望武汉加油吧，保佑武汉，保佑全国人民。我就是作为这个志愿者，然后把这个蔬菜呀运到这个咱们小区里边。我希望2021年整个这个城市会繁荣起来吧。